头又忘了是吧？没忘。现在头就是你的最关键的部位，第一步先转头再举。你先别着急看那个前面。嗯。你做好动作之后，你再去。我就是找的早了。对，要不然你随着那个在这儿找。对对对对。就很自然的一个头转成45度。不要躺，不要仰，不要抬，带住。先把你的头固定下来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再抓紧时间练最后10分钟啊！10分钟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。咱们再练一下，我得再练一会儿。石环，石环。哇，厉害！越来越有感觉了，是吧？有你，哇，可以了，我找到了。我们要比赛了，是吧？为啥我这么差呢？这到底是为啥啊？换衣服了，好 ，Let's go。你不换衣服吗？换，我打完这把。关键你现在就是把你的一个动作做一致，我们能达到一个点上。行，我做一致，再试一次。一致，一致，一定要一致。手好酸啊！你得悠着点，别受伤。别一会儿累了拉不动了。现在要换吗？换。我得再练会儿。我试一把，你看一下。这只其实撒放之前已经有变化了，你自己的要领你要记住。先靠好，没到位。继续往后向后。啊。贴住。把你的一个动作做一致，一致，一定要一致。对，现在靠位很好，姿势很漂亮。手握的力量，点燃。